所以我们最后我们还会秀一段那个我们爱的抱抱。一次抱三个吗？这个啊 ，IBB 吧。好，谢谢大家。首先，我很羡慕义夫哦，到处给人家抱抱。对对，那我也很想到台东去当那个司机哦，到处抱抱。但是我刚刚看到你们那个道具跟那些表演哦，唱作俱佳，但是又看不出他的那个商机跟利润在哪边，他的跨模嘞，对不对？而且男生去抱女生，女生去抱男生，那个是为什么要选山猪？跟他猪的，他感觉上有点不是很妥当。对对，看不出你们那个商机在哪边。我要对一夫的那个最后面那个舞蹈下那个绝对的肯定。假如山猪要成型的话，你要把你自己的先抛到网站去的，我觉得应该是会成功的。那我就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我猪害我想要咸猪手，那咸猪手就让我想到日本台湾旅客去日本坐计程车的时候遇到的那个情况。那我想要讲的是说，其实像我们是女性客户，尤其是背包客，那其实我们的安全性。那第二个，你刚才又提到说学生会参与，那其实我觉得他还有他执行层面的困难度，那这个可以不用讨论。只是我要讲背包客习性是，他们就是背包客，他们喜欢自由，有风的感觉，喜欢骑摩托车，喜欢骑自行车，应该不会去坐计程车。目标客群，我要讲的是这个，他们我不知道你是属于怎样的一个流程规划，你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目标的背包客是锁定怎样的形态的背包客？那第三个我想要再问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你们的这个周边的结合是怎么的结合？因为你刚才提到好多产业的结合哦，那不知道你想要怎样的创意，还是爱的抱抱吗？不知道，谢谢。依然来吃月光笔，哇！以后记得台中的吃汤米皮不好吃，还是我依然的月光笔比较好吃。我有们在我们计程车上会放你们月光笔的宣传，谢谢。实际上比不上我们的台依然的月光笔比较好，可以合作一下。对对对 ，OK。我想我们常常会看到电视的广告啊，非常的吸引人。那但是回过头来问你这个电视广告卖什么的时候，你会忘记，也就是说其实有点模糊了焦点。我觉得这一组当然表现非常的可爱，很好笑，那也让大家非常的有精神。那但是结束之后我想到的是你们卖什么。那还有一个就是意向的问题，一直以来我们大家就会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安全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你单一行动的时候会有安全的问题，那这个尤其是女孩子安全的问题，然后你用爱的抱抱或者是用猪这个东西的一个代表性来讲，其实基本上就会让女性背包客却步。那再来就是说，也许其实我有一个建议的是说，假设这个计程车司机他是一个很好的导览员的话，专属导览员这可能还比较能够变为说我这个背包客，我到这个陌生的环境，我很想要去做一个比较深度的探访的一个很重要的产品。要不然的话，如果只是单纯坐计程车来讲的话，恐怕这个不是那么的吸引我。我想这个是我的一些想法。好，那就不是放了啊？放了。冠颖就在做台中那个，那我个人觉得其实是他可能没有，我是觉得，我觉得蛮好的啦，我说真的觉得蛮好的，因为，但是就，我觉得敢用，因为主要是山猪画起来比较，
当然我们比较不要玩了哈，它因为山猪比较粗犷的那个部分，所以山猪的一个形象跟猪的形象其实差距还蛮大的。那所以我觉得山猪这个东西好像还蛮可行，只是就是说，因为刚刚他谈到，我有点好像在帮你们回答，没有，那刚刚谈到是说，因为其实大家台东的旅游，其实坐计程车或者国际观光客的部分，有些人坐计程车其实真的蛮多，因为台东的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真的非常的不方便，好，所以确实会有人是坐计程车旅游的这种族群，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是真的有可能有那样的市场的一个环境的，所以这搞不好，也许我们明年度的那个计划就可以导入到这个爱的抱抱，那但是。那个可能再调整看看那个方向，那到时候可能推广的时候就请义父帮忙拍一下影片。好，那我们这边先由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应，有没有？好，第一个就是有关于那个山猪的形象，有没有？其实我们也不一定要用猪啦，但是因为一直想说，如果用个释迦也蛮怪的，有没有？我们是希望能够把台东的意象也放进去，然后跟着一棵植物走也怪怪的，有没有？哈，但是我们会听取各位的意见，把我们的山猪的意象尽量可爱化，尽量亲民化。那第二个，其实在刚刚提到说目标客群在背包客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相当有信心，因为刚刚我们魏总已经帮我们解答过了，整个台东有没有它狭长型，其实它的那个大众运输系统有没有真的还蛮糟糕的，就是不容易到达。那你说会不会他喜欢那个自由自在，基本上我们的计程车司机啊也不是很搞威，我就把你载到定点，你下车之后看你要玩多久，我就是在车上等你。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模式，其实在台湾目前都已经有开始在进行了。好，那甚至于说，我们其实一个诉求很大的重点是，计程车司机才可以带你到私房景点，并不是那种。